喺屋企啊，佢方便去屋企嘅，咁有時聚集一齊咁啊，讚美天父，你感受到神嘅同在加強，咁你做下做下，你就越嚟越聖靈充滿強，你同人祈禱會感覺到嘅，即係喺嗰陣嗰個人投唔投入，如果冇投入嘅咧，你好似按手冇乜分別嘅，但係你投入咧，第一見到佢搖啦，你會感覺到能力嘅，咁呢個咧就係我哋學到建立聖靈嘅充滿嘅能力，咁你用起上嚟咧。譬如探病啊，或者有啲人唔舒服、唔開心啊，總之同人祈禱都好啦。咁你捉住佢嘅手，佢都未必知道你按手祈禱啊，你就咁係拖住佢嘅手咁樣。啊，當然你異性咧就唔同啦，你女性捉住男性咧，個男性話咪對我有意思啊，咁咪可能諗啲啊。咁女性捉住女性咧，佢通常都接受嘅，咁你比較簡單。男性咧就冇咁方便啦，因為男性捉住男性，個男性覺得你做咩捉住我咧咁，所以通常都要問嘅。咁大家可以用。可以使用，大家有冇人有回應啊？即係譬如話啊，咁呢種方法，你覺得你行唔行得到啊？做唔做得到啊？嗱，希望大家就開始用啦。原來你開始用，你發覺好有幫助嘅。咁你如果你有，譬如你用嗰陣時，你發覺啊唔識得用，或者你用嗰陣時有啲問題咧，你可以上網揾 YouTube 揾葉牧師咧，就見到我電話喺度噶啦。你而家寫低都得嘅，9408-8617。9408-8617，咁你咧隨時揾我咧，好多人揾我嘅，因為網上都係我的電話嘛，咁你就可以用嚟幫人啦，咁你嘅生命咧就可以提升，咁你發覺你嘅侍奉就好高度提升噶啦。